勇士，我为着要性命搏自己，我伫手袋里的苦力，我比遐不要紧，我甲你的对大病，现在伤解无，我无法度背错伫你的身躯，又搁拖累着我的心。所以需要一个月时间，再回转天国也是需要时间。我不能轻易死去，海玉大人。我知道你的心情很痛苦。